到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奥迪特区来看看周军的运气如何，非常刺激。因为如果他选择 out 掉的是柳岩，那么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威武冠军吧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进入 out 特区。可以有看他的运气啊，我不知道。柳岩，他真的好厉害，厉害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觉得他可能会觉得我嫉妒他，因为刘老师你很美丽，所以你敢吗？这是很好的结局，恭喜你，谢谢老师。周军拿了300分，所以恭喜他进入威武冠军吧。只有300分，耶！他是一名来自哈尔滨的19岁聋哑少年。15岁，他在黑池国际舞蹈节上获得了无声世界舞者的最高荣誉。然而，在光芒的背后，他却拥有一段离奇的身世。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在我身边的这位帅哥呢，他叫史秋俭，是一名聋哑人。他在2008年的第3届华侨杯曾经获得了国际标准舞的 C 组和 D 组的冠军，在2010年的北京桃李杯曾经获得了少年组国标舞的总冠军，而且他竞技的对手全都是正常人，跟他们竞技对抗拿到了第一名。他身边这位呢叫做吴丹宇，非常可爱，是他的好朋友，也是好搭档。当然丹宇也是有点弱听，他今天带了一个助听器，对，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。秋俭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西武飞扬的现场？今年来到这个舞台上，通过这个舞蹈要表达对妈妈的感谢。嗯，
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，通过这个舞蹈，希望能够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爱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施秋俭的妈妈，欢迎你。大家好，评委好。秋俭以前得过很多很好的成绩，觉得这一次她表现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一次觉得她成熟了，长大了，大小伙子了。对，跟我们讲一讲跟秋俭之间的缘分好吗？秋俭的名字叫秋俭，实际呢是在1995年的立秋那天，我在长途客运站捡来的。秋俭自己是什么时候知道他跟您不是亲生的母子？从他懂事的开始，慢慢就告诉他是捡来的。如果突然有一天他知道了是捡来的，他肯定有爆发力，心里不舒服。我觉得应该在成长的过程一步一步告诉他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就在路上碰到一个别人放弃的小孩，就把他带回家，这是一件挺冒险和挺疯狂的一件事儿。因为我在客运站捡回秋俭的时候，我抱回我妈妈就说，她父母第一次犯罪，我们不能第二次犯罪了，因为她是聋哑孩子，在孤儿院肯定照顾不过来。您捡到秋俭的时候就知道她是聋哑孩子？当时她身上包裹有个诊断，因双耳送度耳聋。这就是秋俭和妈妈之间的起初的缘分。但是妈妈，我特别想了解一下，您自己有女儿，自己有女儿，然后上面还有老人，再捡回这样一个孩子，家里人不反对吗？只有我母亲和我女儿支持我，其他人都不支持我。不支持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婚姻放弃。不但是二人提出离婚，就是他的爱人的父母也说一个孩子很难养，你又捡一个聋哑孩怎么办？当时我也挺倔的，那就离婚呗。但是您权衡一下，为了一个捡来的孩子放弃的把一个完整的家。但我觉得一个弃聋哑弃婴，如果再给送出去，我觉得孩子太无辜了。而且赵姐对秋俭真的付出了很多，在跟前夫离婚之后，大概有16年的时间都没有再婚，一心一意的照顾自己的女儿和秋俭，把他们抚养成人。20年。秋俭，妈妈在你面前哭过吗？哭了，是什么样的事情让您在孩子面前第一次流泪？是他生日那天，我们母子切蛋糕的时候，我流泪了。因为啥？那是秋俭已经18岁了。为什么我流泪？因为秋俭就是抱着我就说妈妈，你不是我的亲妈妈，你为什么还对我这样？当时确实那是我第一次流泪。秋俭说：“妈妈，等着我挣上钱了，我让你穿好的，吃好。”做懂事的孩子。是。其实今天秋俭来到现场，也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跟妈妈表达一下。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秋俭给妈妈写的一封信，我来帮秋俭读一下好吗？妈妈你好，今天儿子给你写这封信，是儿子隐藏20年的心里话。你从长途客车站捡回家，抚养了我20年，把我养大成人，是你白天黑夜的打毛衣挣钱，每天忙碌辛苦和劳累。妈妈，你为我放弃了你的婚姻，卖了房子，过着四处奔波的日子。妈妈，这些年来你不舍得吃不舍得穿，培养儿子，儿子心里都记着了。儿子现在长大，从今以后一定会让妈妈过上好日子。妈妈，今天让儿子做一次主，我给你买了一件裙子。明天我就要去中国十佳阳光优秀共青团颁奖晚会，我希望能看到妈妈穿着这件裙子出现在现场。有请我们的礼仪小姐，谢谢。谢谢儿子。
跟大家说一下，是这样的，秋简看到妈妈穿了这条裤子，穿了很多年，裤子都磨破了，都没有舍得去买一件新的，然后就买了一件跟妈妈一块逛街特别看到的好看的裙子送给妈妈。这个钱是跳舞赚的吗？是跳舞赚的。赵姐开心吗？开心。儿子特别好，是不是？我哭也是开心的哭，因为我知道孩儿子懂事了，长大了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是秋简的打分时刻。非常的棒，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赵大姐。说到刚才那段舞蹈，秋简以后的日子请你再多锻炼一下你上肢的力量。秋简一定要啊。好，那我给两位的分数是，好，各位数是五十位数是995分。为你们的真实的故事感动，也为赵妈妈你的爱感动，我们要向您学习啊。各位数是五十位数是995分。赵姐，你并没有被时间摧残摧垮，反而愈发的美丽从容。我希望生命当中会有一个男人走向你，谢谢，和你一样一起去爱这个家，因为你们实在每一个人都很可爱，太值得被爱了。95分。我觉得秋简在讲述她从一张床上醒来，一觉醒来不知道自己在哪儿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然后妈妈呢像一个天使一样来到了身边，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爱还有关心。那我觉得那个托举的动作是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我觉得是秋简想要让自己强大起来，可以保护自己的妈妈，让自己的妈妈更好更幸福。所以我很喜欢整个舞蹈，很喜欢，非常喜欢。我给的是各位数是零，十位数是零，百位数是100分。我每次一扭头看到那个胡夏，我都想到张惠妹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首歌叫《勇敢》，还有梁静茹《勇气》。勇气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秋简在 out 特区里面到底会 out 掉哪一位评审老师。无奇不有 ，Vivo Style。要保湿，衣被湿，欢迎参与短信互动。你觉得这些起舞有趣吗？手机编辑你想说的话到10669588290就有机会获由衣被湿提供的深海凝萃弹润套装和智能手机。起舞飞扬，请您下节更精彩。哇！